哎，帮我回家办点消息啊。哦，你的键盘怎么是九键啊？现在哪还有人有九键了？找都找不到，多难用啊！哪儿难用了？九键我闭着眼都能打。那你是没用过26键，九键吵架都跟不上吧？26键字母又多又乱的才难用吧？不是，你们都没人用5笔的吗？很好用的啊。你出门怎么背这么大一个包啊？不累啊？要带东西啊，不背包多不方便啊，就用手拿着呗。那你不带水杯、雨伞、防晒充电宝、口红粉饼啥的？总会有人带的吧。那倒也是。哦，对了，充电宝借我用一下。那我新买的罗马式磁吸充电宝，超级好看又小巧，外出可以直接装进口袋，而且磁吸有线可以同时充，一贴即充的磁吸功能，充电更方便。而且今年还推出了最新款能充 iPhone 的手表，以后带这一个就够了，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些也放你包里吧。快快快，我点的粽子到了，什么馅的？红豆还有豆沙的。甜的，真有人爱吃甜粽啊？甜粽怎么了？粽子就该是甜的。胡说，粽子咸的才好吃。哎，等一下。你们都没人吃咸甜粽的吗？啊，什么叫咸甜粽啊？就是咸粽蘸白糖啊，超级好吃的啊。类似的还有水果蘸辣椒、黄瓜蘸白糖什么的，都绝了。